手又拍上去了。太阳三号是什么？몇 cm로 가까이가야될까요？你觉得我们应该要几公离几公分呢？你觉得应该要几公分呢？你觉得应该要几公分呢？100公分那么远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！我哪能得？好了，你想要几公分，我就依你的。你有种就说2公分。아1미터1미터1公尺吗如果你的保险受益人写的是我的名字，我就把你推过去。如果没有，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做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跟你讲 OK， 至少一个手掌，好不好？一个手掌可以吧？好，一个巴掌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的心跳都快要停了。恭喜你，恭喜。好，来四号妹妹。来四号，我们来看一下四号是什么。等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当四号出来的时候，这位小姐已经啊。真的发出这种声音，我的妈呀！我等一下再来收拾你 ，OK？ 呜 ，OK。你可以跟他托腮对望。也太甜蜜了吧！이사진집에가서보면진짜웃길걸요？你等回去再看你自己的照片的时候，你一定觉得很好笑。刚刚那个姿势 我觉得很好笑，所以你应该觉得很好笑。接下来是今天晚上最惊心动魄的时候了，他已经快要哭了，有什么遗言在这里赶快说一下。我虽然没有什么好可说的。他真的哭了。最后确定一下，五号是什么？可以这样吗？不可以的韩语是什么？안돼，怎么办呢？而且你要保证。이렇게하죠。那我们这样好吧？不行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太危险，太危险。他还想要活到70岁，好不好？그러면몇 cm로 갈까요？몇 cm로？那我们就定一个公分数吧，就是离多远这样子。离多远？好。很近，太近，太近了。不要哭，哎，这个不要忘记，上面有说。刚刚这段真的太惊心动魄了。땀나네요땀나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可以缓一缓啊，喝口水。文件夹要打开的是什么呢？네거기거기나오네요